算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梁哲。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看过赌侠、赌圣这些电影吧。在电影里面，他们用扑克牌就可以杀人，而且金钱都是非常的高，也就是说指哪打哪。但是看的时候感觉吧，那么软的一张扑克牌能够杀人，真的感觉有点太夸张了。所以的话，今天我想用皇冠来切一下。况且之前我也刷到过一些类似的视频，就是说用扑克牌去切皇冠，而且也有切断的，也有没切断的。但是呢，我今天我挑战一下，我看能不能把它切断。那么现在开始吧。看一下，这已经快断了，那这里还剩一点点，在这里吊着，然后再来，这最后一下看能不能把它切断啊？哎，不行，还得再来。断了。行。那没有，直接就切断了，而且它这里切的还挺深的，有没有？然后我再把剩下的这一节再给它切断。直接进去了一半，如果说再用力一点的话，就直接断了。断了，又一掌。它这个横切面还挺平的，能地上就行。现在我手里剩最后一张牌，太简单了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